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传归一。好，thank you.
少林追风赶月刀，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，双腿并步而立，两臂自然下垂，左手持刀，刀刃朝前，竖于左臂内侧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预备式，起势。左脚向左跨半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右手握拳，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。和尚念佛，右手变掌向右上，于额前上方变立掌向下，竖于胸前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和尚念佛。弓步冲拳，左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左手持刀，前左格，而后仍竖刀于左体，右掌变拳，拳心朝上，收回腰间，而后拳心朝下，向前冲出，力达右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冲拳，回头望月，体右后转180度，呈右弓步，左手持刀向右上，右手向右上接刀，刀刃朝上，斜架于左臂二头肌上，目视左方。
请看侧面，回头望月。并不架刀，左手变掌收回腰间，左脚提起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左脚与右脚相并落地，同时右手持刀右下甩，而后向左使刀横放于胸前，刀背朝下，左手握刀背，右手震地，双手平架刀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并不架刀。弓步推刀，双手下落，使刀横于胸前，右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九十度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前推，竖刀于右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推刀。马步架刀，左手变掌收回腰间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九十度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右下甩，而后向右上，左手向上接握刀背，使刀平架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上方。请看侧面，马步架刀。虚步藏刀，左手变掌收回腰间，掌心朝上，右脚从左脚后向左退步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手持刀向右后使刀，从背后向左，经左臂上方向右前下，刀尖朝下，停于体右后侧，右腿下蹲，左脚脚尖点地成左虚步，左掌力掌向前推，背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虚步藏刀。弓步刺刀，左脚向前放步成左弓步，右手持刀向前平刺，背与肩平，力达刀尖，左掌力掌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弓步刺刀。透步劈刀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刀，从下向左上运行，左脚向右后透步，右手向右劈刀，左掌立掌，左掌上推，左腕高于头柄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透步劈刀。翻身劈刀，上动不停，上提左后转180度，右手持刀，直臂向右上撩出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成4-6步。右手向右膝前劈刀，左掌立掌，贴于右肘弯内侧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刀。弓步刺刀，两个分解动作，一提右转9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，使刀向左下而后向前上，刀尖朝前平直于右膝内前侧，左掌掌心朝下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立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弓步刺刀。并步架刀，左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左脚提起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与右脚相并落地，同时右手持刀右下甩，而后向左使刀横于胸前，刀背朝下，左手握刀背，右脚阵地，双手平架刀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上方。请看侧面并步架刀。弓步推刀，双手下落，使刀横于胸前，右脚向右上步，提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前推，束刀于右膝前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，弓步推刀。马步架刀，左手变掌收回腰间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90度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刀，右下甩，而后向右上，左手向上接握刀背，使刀平架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上方。请看侧面，马步架刀。虚步藏刀。左手变掌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脚从左脚后向左退步，体右转90度，右手持刀向右后，使刀从背后向左，经左臂上方向右前下，刀尖朝下停于体右后侧，右腿下蹲，左脚脚尖点地呈左虚步，左掌立掌前推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虚步藏刀。弓步格刀，左手向右后握住刀背，重心前移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手持刀向左前推格，刀尖朝下竖于左膝外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格刀。后步劈刀，左手向右放于右腋窝下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刀从下向左上运行，左脚向右后透步，右手向右劈刀，左掌立掌，左上推，左腕高于头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，透步劈刀。翻身劈刀，上纵不停，上体左后转180度，右手持刀直臂向右上撩出，
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右手向右膝前劈刀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成4-6步。左掌力掌贴于右肘腕内侧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刀。翻身劈刀，上动不停，体左转90度，左脚向后退步，上体左转，右手持刀直臂向右上撩出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右手向右膝前劈刀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呈4-6步。左掌力掌贴于右肘腕内侧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刀。弓步刺刀两个分解动作，一，体右转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向左下而后向前上，刀尖朝前平直于右膝内前侧，左掌掌心朝下贴于右耳上方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放步呈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力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弓步刺刀。腹部拉刀，右臂内旋后收，左掌贴于右手，使刀尖从左下向右上，而后向右后下，再向右前上运行。右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左掌掌心朝下平置于腹前，右手持刀，刀尖朝前平置于右膝内侧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后放步，体右转，右手持刀，刀尖朝下，后拉于体右，右腿蜷蹲，左腿绷直下落成左蹼步，左掌掌心朝下放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蹼步拉刀。弓步刺刀，重心左移，体左转成左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力掌放于左臂二头肌内侧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弓步刺刀。透步劈刀，右手持刀从下向左上运行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脚向后退，右手向右后劈刀，左掌力掌前上推，左腕高于头平，目视右后。请看侧面透步劈刀。翻身劈刀，上动不停，上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刀直臂向右上撩出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右手向右膝前撩刀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成4-6步，左掌力掌贴于右肘弯内侧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刀。弓步刺刀两个分解动作，一提右转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使刀向左下而后向前上，刀尖朝前平直于右膝内前侧，左掌掌心朝下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力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弓步刺刀。并步架刀，左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左脚提起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与右脚相并落地，同时右手持刀右下甩，而后向左使刀横于胸前，刀背朝下，左手握刀背，右脚阵地，双手平架刀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并步架刀。弓步推刀，双手下落使刀横于胸前，右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前推，束刀于右膝前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弓步推刀。马步架刀，左手变掌收回腰间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90度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刀，右下甩而后向右上，左手向上接握刀背，使刀平架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马步架刀。虚步藏刀，左手变掌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体右转9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右手持刀向右后使刀，从背后向左，经左臂上方向右前下，刀尖朝下停于体右侧，右腿下蹲，左腿脚尖点地成左虚步，左掌力掌向前推出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藏刀。上步刺刀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力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上步刺刀。弓步磨刀，右脚提起向右前跨步成右弓步，右臂内旋持刀向右前横磨，左掌向前立掌贴于刀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磨刀。钉步磨刀，左脚向左前上步，右脚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左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右钉步，同时右臂外旋，使刀向体前横磨，左掌力掌贴于右小臂内侧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钉布磨刀。弓步磨刀，右脚向右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右臂内旋，持刀向右前横磨，左掌立掌贴于刀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磨刀。透步下劈刀，左脚向前上步，提右转90度，右手持刀右撩，右脚向左后透步，双腿下蹲，右手持刀向左膝外侧下劈，左掌按于刀背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透步下劈刀，普步下拉刀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右后转27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，使刀尖向前上，而后向右后下，再向右前上，停于右膝外前方，左掌按于刀背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后放步。体右转90度，右腿蜷蹲，左腿绷直下落成左蹼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向右，刀尖朝下竖于体右侧，左掌掌心朝下放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蹼步拉刀。弓步刺刀，重心左移，体左转成左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立掌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刀。透步劈刀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刀，从下向左上运行，左脚向右后透步，右手向右劈刀，左掌立掌，左上推，左腕高于头平，目视右方。
请看侧面，透部劈刀。翻身劈刀，上动不停，上体左后转180度，右手持刀直劈向右上撩出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右手向右膝前劈刀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成4留步，左掌立掌贴于右肘腕内侧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刀。弓步刺刀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右转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向左下，而后向前上，刀尖朝前平直于右膝内前侧，左掌掌心朝下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立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刀。并步架刀，左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左脚提起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与右脚相并落地，同时右手持刀右下甩，而后向左使刀横于胸前，刀背朝下，左手握刀背，右脚阵地，双手平架刀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上方。请看侧面并步架刀。弓步推刀，双手下落，使刀横于胸前，右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前推，竖刀于右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推刀。弓步刺刀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
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向左下，而后向前上，刀尖朝前平置于右膝内前侧，左掌掌心朝下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立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刺刀。五花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掌立掌竖于右胸前，右手持刀时刀尖向右后下，而后向右前上，再向右下运行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刀尖向右后上，背刀于右臂后，体左转180度，刀尖向右前撩出，体右转180度，刀尖向右前上运行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刀，刀尖朝前平置于右膝内侧，左掌贴于右手，目视前方。普步拉刀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后放步，体右转，右腿全蹲，左腿绷直下落成左普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向右，刀尖朝下，竖刀于体右侧，左掌掌心朝下放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普步拉刀，弓步刺刀，重心左移，体左转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刀前刺，左掌立掌后推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刀。英雄坐山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左拧转270度，双手向后上持刀于头顶后上方，左手接刀，目视前方；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提起与左脚内侧阵地，左脚向左跨步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左手虎口朝下持刀，竖刀于体左侧，右手握拳向右下，而后向上架于头顶上方约5厘米，拳心朝下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英雄坐山。
收势，双腿起立，左腿向右与右腿并步，右拳向下抱于腰间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收势。